Hi,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the espresso, your daily shot of Chinese words with Catherine Xiang. I'm Catherine Xiang.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the espresso。在这个频道呢，我们看字和词之间的关系。So if you are new to this channel,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This is the new playlist that I'm going to invite fluent non-native Chinese Mandarin speakers to join this channel. So they all have done it, been there, and they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to share with us. 所以呢，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 Dr. Martin Ward.I'm very excited to have Dr. Martin Ward from University of Leeds join us. Martin, can you say hi to friends of the espresso? Hi there, good to meet you, everybody. Very excited to have him. He's actually the first person on the new playlist today. So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artin. So Martin is a lecturer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from University of Leeds, and he specialized in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Chinese to English, Japanese to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he's also a fellow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Teaching Japa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ne fact I'm so impressed about Martin is that he has studied about a dozen languages and still speak about eight to a different level. So obviously today we're gonna test his Chinese. He wouldn't let us down. And I also heard, so he studied his master's and also PhD in Japan at Hiroshima University, and all his thesis was written in Japanese. So super, super impressive. 所以 Martin, 非常欢迎你今天加入我们的这个访谈。那么我想最最开始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会对中国的语言啊，汉语和那个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好，谢谢你。那原来我是在这个英国的 A level, 我就学了法语跟德语，然后再学那个西班牙文的 GCSE, 所以我当时对于学语言非常有兴趣。但是呢，对于中文啊、日文啊这些方面的语言，我都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就是对于亚洲的文化有兴趣。然后呢，我在准备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可以学语言，但是想要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嘛，就是想要学那些一般英国人会觉得太难的那种语言，所以我就学了。然后反正当时对于亚洲文化的理解并不是很好，也没去过啊，当时但是就是有兴趣啊，就是这样子吧，基本上。所以你刚刚说到你想最近开始想选一个不一样的然后有挑战的语言，那你开始学最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来到这个例子嘛，当时也是在例子学这个中文跟日文，那么当时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选错了、哦、真的太难了、okay. 我就觉得这个挑战真的是非常的大。比如说呢，我还记得我第一天上中文课的时候，那个老师要教我们怎么发音嘛，有这个四声的文体出现，然后他都在说妈妈妈妈妈妈，我都是我分不起来，我都觉得是 MA 嘛，我就全部都是骂。后来就才知道啊，妈妈妈妈妈其实是一句话，是可以有一个意思，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啊我是不是抓到了太大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大概是一年以内，我们学了900个字啊，韩字。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太多了。而且我都是从零开始，你知道，我来到例子的那个时候，我连一个字都看不懂，所以真的非常难，反正。然后刚才你说到最开始可能就是那个声调，对吧？你说那个妈妈妈妈那个很有意思啊。那后来你是怎么克服的呢？你后来怎么因为你现在的声调非常棒，没有问题。真的吗？你后来这个声调是怎么学的？
我现在仍然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声调有问题，但哦，没有。是反正这个方面就是要继续努力啊，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就是天天在家里写汉字，然后我写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发音出来。我写发，啊。然后我就说出来，说出来，就写了好几百字。我还记得，我好像还能看得到那些那些纸，就字，全部都写满了字啊。然后我就说出来嘛，说一边写一边说出来，就是这样子才后来就习惯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会练汉字的时候，同时就是发音，练发音。对，因为我觉得学汉字其实很不容易。第一个是你看不懂，第二个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发音出来。所以这三个你都要必须让你的头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嘛。所以你就反正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念出来，你写的时候念出来，这是我们当时的老师教我们的。嗯，那你是从一开始就是汉字和拼音，就是一开始就是学汉字，不是说先学拼音再学汉字，是同时一起学的。同时一起学的，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学在使用的那个课本，它写汉字，然后下面有拼音，然后再过几个课就没有拼音了，就很嗯，辛苦，嗯。所以很快那个拼音就不见了。OK，拼音就不见了。那你觉得在你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小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有一些小故事，其实有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还想说一下，因为有人跟我好。说过，就是一个经验哈，就是到中国去留学的时候，我的朋友他进入一个小店，他想要卖这个鸡肉嘛，chicken，他想要卖鸡肉，然后他就问那个售货员那个鸡肉在哪里，但好像他的声调不对还是什么的，不知道，但是就没办法沟通嘛。后来他就把这个售货员拉到那个鸡蛋那边，然后就说他的妈妈有没有这样子问的。后来才发现，所以我相信很多外国人有这样子的故事吧。我可能因为那个鸡肉，就是说 chicken 这个字的发音，我不知道啊。我的理解是，鸡肉 chicken 这个字的发音和那个 muscle 肌肉是一样的，可能对方在说。Muscle 什么意思？没听懂，是可的，能是这个是的，原因。我相信，哎，那你刚才说到你觉得有挑战的地方，那你喜欢？你觉得你enjoy 的或者和享受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原来开始的时候当然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能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切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就发现啊，你就可以去找一找一些文化方面有趣的地方，或者是你在留学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那个城市去找一找，去逛逛，去更多的去进入到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开始享受啊，因为就变成不只是一个一直在家里做那种东西，不是你真正的到中国去，你就是可以。遇到很多人嘛，然后进入到那个社会就不一样了对对对，哎，那你是我不知道原来那个你读书的那个时候，利兹，你是第几年？你是学了多久，然后去中国的呢？我是学了一年，然后就去了。一年就去了，去哪个城市？去了哪里？当时是去的天津。天津，我还没有去过。天津还怎么没样？去。天津怎么样？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去的天津肯定是跟现在的天津不一样嘛，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当时有机会去，就是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的当时的好处，现在的好处都可以看得到。现在你还常常去中国吗？最近没有去，最这近没几年有，没有去，但是之前有待过一段时间，对。刚才就是你也提到，就是说可能以前学汉语和现在学汉语已经不太一样了。你可能是90年代的时候，对吧？学汉语，然后现在，那你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或者说我们现在要学汉语的人，他们可以利用什么样的优势能够学得更好？我觉得当时比如说你要查字典嘛，我们只有这个值的这个字典，你就翻，你不知道一个字你要查，这个画步数啊，查，需要很长时间。现在你就可以打开电脑，就完了，还是用你的手机，很快嘛。我觉得这一方面，很好，就帮助大家更快的找到这个意思。但是呢，另一方面是说，也许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在手上有的这个技术太多，可能我们会觉得啊，要辛苦要努力去学习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懒惰，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依靠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鼓励大家，就是觉得辛苦，你要记得当时你受伤的这些工具20多年前是没有了，所以你现在是有一个特权，可以在这个时代学中文，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他们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对，资源真的是太多的。然后我想问你，因为我知道你的日语也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你学日语和中文，因为日语和中文可能相同的一小部分就是这个汉字嘛。那你觉得当时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先学汉语还是先学日语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对你有帮助吗？还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是 false friends， 你反而觉得很困扰，你的经验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就是同时开始从零学中文，从零学日文，所以完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就是学汉字的话有用的，当然是有用的，但是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 false friend 的，比如说呢，日文他要写，你要写信哈，他说手指这个字，但在中国这个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啊什么的，有一些字哈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必须要小心啊，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呢还有这个写法哈，有些写法其实有一些小小的不同。那个字，所以要小心。但是当然在这个语法方面的话，中文跟日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听说日文的语法也很难，是不是比中文更难，还是说有什么非常比中文更难？我觉得对一个英国人来说，学习中文的这个语法其实不容易，但是你可以习惯，但是要是日文的这个语法的话，很多事情是倒过来的，然后很多事情是在很多这些说法什么在英文里面没有，所以我当时我还记得第一个学期我在学日文的时候，哇，他的语法我真的搞不进去，真的快崩溃了，知道吗？对，那你现在你后来就是说到语法这一块啊，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开心听到你说中文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那你在学习语法方面啊，特别是因为你有学习那个日语的这个经验，就是又特别难，那你觉得在语法方面的学习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解或者说好的建议，怎么学怎么更好的学习语法？语法就是也需要努力，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学习不同的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声念出来那个语言，无论是中文还是日文呢，你就出声，你把它念出来，你多念出来，多听到自己再把这个语言说出来，我觉得这个会有用，就是帮助你学习到这个语法的结构，这个可能听起来是太简单的一个办法，也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但是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真的有用。刚才你说了那个另外的八个语言，就是现在是中文日文英语，还有哪些还有这个法文啊，德文、西班牙 文，还有这个哈萨克语啊，菲律宾语，应该是这样子的。太厉害，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学汉语，
就是重新学一下、嗯、你觉得你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学习技能或者不一样的学习方法，其实就是说有什么你会觉得我们可以少走一点弯路的这种建议有没有？嗯，如果我在这现在的这个时代学习中文的话，那就是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比如说我刚刚提出来这个查词典啊这种东西，就是会让你更快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努力无论是二十多年前或者是现在，努力这个方面是不可少的，所以这个就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只能说我会更努力。啊、哦，真的？那你原来有多努力？什么是努力、嗯？什么是更努力？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方面就是学汉字这方面，因为我刚刚提出来，就是我第一年那个时候我们学了900字嘛，但是呢，嗯、编着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学习汉字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变少了，那个后来就是会后悔的，嗯。一定要继续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星期学习新的，就是有一个学习的持续性，就不要停。对对对对，嗯，对对对。 OK， 那最后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是 top three、嗯、三个，如果你给我们的这个听众三个建议、嗯、你会选哪三个 top advice？ 好， top advice， 那第一件事情我想提醒大家说，有机会学习中文这真的是一个特权啊，你不要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啊太累，你要记得这个是一个特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通过学习语言你可以得到机会跟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沟通。因为我觉得很多比如说像我这个英国人，我们就是到世界无论哪里去，很多人期待说啊，对方应该学习英文啊，应该能讲英文，这个我们要丢掉这个想法，一定要丢掉，学习中文是一个特权，嗯，然后呢你就是要爱这个语言啊，爱这个中国人，如果你只是努力或者只是辛苦，那你肯定可能走得不太远了，想说的是你通过学这个语言你可以跟这些人沟通，可以真的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一些新的观念，然后呢你的爱好是什么，一个人就是要想你的我的爱好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去使用透过中文去享受我的爱好，比如说是听音乐嘛，或者是运动啊、足球啊什么的，通过你的爱好去更多的接触到这个语言，我想可能有用。然后呢最后一个意见就是最后一个 tip 就是要多喝一点咖啡。OK， 但是你可以更努力，对，更努力。Espresso 的视频。Yes， 刚好。多喝咖啡 ，Sorry， 我打断你了，多喝咖啡。No， 就这样子了。嗯，对对对。非常谢谢你今天 ，Martin， 我觉得跟你交流我也学到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学习的过程就像你说的，一方面是努力，对不对？另一方面是利用我们现在有的资源，还有就是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说你到底爱好是什么，你的兴趣在哪里，你能不能学有所用，而且你是真正的发挥了自己对这个学科的热情。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接受我的采访。Thank you.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谢谢。No, really enjoy talking to you, and hopefully, I don't know what's the language. I speak a little bit Greek, so next time we can try to add a new language. Okay, I'll have to study that one.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s everybody for following thi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next time. And take care. Bye. Bye.